好不好？来，妈妈拿面给你吃。你要吃面吗？怎么没有面啦？啊？你都不留点老五吃的？这个都弄，一打开面都没有。自己吃，你不会自己煮吗？你那里那么多，给两口他吃啊。嗯，干嘛？等一下，你去买菜的时候，你帮我买两盒那个肉回来。整天好吃懒做的，什么都不做。我都买菜回来了，你还在那里说说说。买了什么菜？买了鸡。你做饭了吗？我那个肉啊，忘记了。等一下拿五十块，等一下我去买。你做饭了吗？我去休息一下了吗？那你不会做啊？累了，休息一下，你自己做。小孩差不多回来了，你还在这里输，你还不做饭？啊，你急什么啊？你急的话你自己做。你先下好米线啊，然后再炒菜啊。洗干净啊。嗯。把那个砧板那个刀拿去擦干净，然后斩鸡快点。哥，把那个冬瓜拿去晒干净，快点。来，东哥，你干什么啊？这么大力，你把那个衣服拿去洗干净。衣服啊，快点！喂，哥哥，我叫弟弟洗衣服，他跑去哪里去？他东西来了，他这个没有啊。弟弟，洗衣服啊，你去哪里？你把这个事情做好，你再去忙，知道没有？洗干净啊。嗯。站在这里干什么？你帮弟弟洗一下衣服啊。嗯。老是想着去忙干什么啊？真的是你以为你们是含着金锁匙出生啊？一回来就拿着手机在那里看手机啊？把家里的家务做完，然后的话写好作业，然后的话有多余的时间你们再去玩。你们别以为你们是衣来张口饭来伸手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把家里的事情全部做好啊，有多余的时间你同学的话找你，你就去玩一下你们啊！你不把家里事情做完的话，你想去玩啊？你以为你是人家有保姆啊？啊，你家里没有保姆啊？我们也不是你们保姆啊！你自己的事你自己不做啊？哈、啊，你不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啊？哈、啊。你以为人家那些含着金锁匙的一回来就可以用手机玩，什么都不用做啊？一回来就要妈妈，我要吃饭啊！没有这种多余的啊！我跟你说啊！又笑了，又叫媳妇，那么丑啊？干嘛？你留这出来是干嘛的？这个要来普通啊！你妈妈说要来普通货吗？她不是在里面吗？
你叫他出来整啊，你说我斩好了这个盖啊。他不舒服啊。啊，整天的在这扎塞，好吃懒做。我也不舒服啊，我这个腰也不舒服啊，我也好累啊。起完了。啊？起完了。哦。是冬瓜炒鸡啊。对啊，这个冬瓜炒鸡啊，吃过没有？我今天就教你做这个美食啊。拿那个锅去洗干净。准备炒菜，开店。快点啦！洗锅锅洗这么高，我现在吃完啦，准备炒菜啦。来了。快起，快点。爸爸。干嘛？里面怎么有黑色东西？黑色就黑色，快点放全部倒上来啊！你火又不开，你怎么挤菜的哈？我忘了丢起来了。开火啊！这个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哎，爸爸。啊、倒那个鸡油啊，鸡油开点了，鸡油啊，放沙拉吗？放啊，落嘞。干什么？丢肉。你丢就丢啊，你怕什么油？你有什么好怕啊？它又不会吃人。爸爸。啊。那衣服那么烂了，我不买这个去穿。这个不影响啊，能亲就行啦。我跟你说，能亲节省垦丁，知不知道？这个叫节省垦丁，知不知道？啊？不是他亲过龙，你就要把它丢掉的。爸爸。啊？你放弃了没有？这个油都浸光了，那肯定要放干呀！快点啊！弄啦！哎，怎么你做事好像食烟煮也打烂烟咁嘅哈？落一下这个盖呀、啊！你坐在那里干什么？落盖呀、啊！喂，哥哥，我们到弄的，你看一下菜啊！老师坐在那里，快点去放冬瓜上来，快点，可以了。冬瓜，倒，全部倒上来。对，这个是冬瓜焖鸡，你吃过没有？没有。这个美食来的，快点炒。好，盖上锅盖。喂，你坐在那里发什么牛刀？拿那个青菜去洗干净。准备放上来炒啦，这个虾准备熟啦，快点啊！快点放盐、香菜，快点放盐。喂，弟弟，把那个碗洗干净，拿过来装菜，快点香菜熟啦、快点！你放这么多这么咸，你放这么多盐干什么哈？真的是啊！你坐在这里干什么？把那个砧板砸好啊！鸡蛋我要上菜啦！把那个汤底那个咖啡扫干净啊！什么仔？哎，我扫干净啊！拿那个青菜过来炒青菜，快点！快点呢！用你一下子倒下来，那个水好多的，这个青菜好多水的吧，这样恨这样这个水啊，这样就没水了，见没有？弟弟拿盐过来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，放盐，别放这么多这么咸嘛、啊、哎，全部盐倒下来，你不把一包盐倒下来，找这么小饭跟我干。